有什么话，说吧。母亲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从小母亲就处处为祸你，此次函硕进城，原本是要许配给我的，却被你抢了去。现在连少城主之位也成了你的，你们都说母亲待我不薄，到底哪里不薄？少城主之位我还给你就是了。这话三位说了不止一次了吧？哪次成真了？ 前不久，三妹还说要把韩少君给我，我信了。可结果呢？是我亲眼目睹了三妹和韩少君有多恩爱，母亲偏心，把什么都给了你。母亲现在一病不起，你还这么怨恨她？我哪敢怨恨她？楚楚，很多事情阴差。 城主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城主了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城主呢？就是呀。诸位请回吧，城主还在休息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公文堆积如山。说的就是啊。仙湖使者出。 吩咐，这个一遍不能少啊！桑琪，连你也帮着陈芊芊。二郡主，你为什么不问问城主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母亲向来抗谏，往日陈芊芊气病她多次，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忤逆不孝，发生在她身上就是天真烂漫？ 你们只是偏心罢了。子竹，郡主，现在城中公务被陈芊芊把持，您被困在府中，不得施展，我们要想办法脱困。权力和男人。 这两样东西我都要。郡主，小人认为，首先，我们要堵住一些人的嘴，我们不能落人口实，叫人知道，城主是您气病的。见过二郡主。